连续性。 许昕和马文的一些特点非常细腻，都能够成为主导。 银牌，拉起来。 马龙进攻，双方第二局，发球开始，一撇，晃，摆。 各种手段，好球，奥运会来对待。哇，漂亮！声合力。 现出他们俩的这种优势，特别是前两局，哦，马龙接发球，摆短，哎呀，巅峰状态。 有实力，但是就是缺少相持当中的一个杀板球，杀板呢狠的球。啊，来不及拉手，来不及正手发力。哎呀，所以马龙呢就显得团体赛当中很吃力，很费劲儿。 兜了一半，对方没有想到，点完，漂亮！哇，这个球！